宁儿，我不知道你是假装的还是认真的。你姐姐李巧儿是你幻想出来的。你知不知道警察都在找你？我知道啊，姐姐关心妹妹本来就是正常的。你姐姐李巧儿是为了保护自己创造出来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要停止这样的行为。我想下车了，林宁儿。现在说出实话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